今天我们全家就要去老挝了、嗯、现在呢我和延安准备去延安的娘家，把我老丈人、丈母娘还有小舅子接一下。出发前呢专门去洗车店把车清理了一下，哇，车洗得好干净呀，内饰呢还有这些仪表盘呢也都清理了一遍。但是就在刚刚洗车的时候，老丈人突然打电话说他今天有个急事可能是去不了了，所以呢我和延安准备赶紧赶到他娘家去问一问看是个啥情况。对，咱俩赶紧走吧。已经到我娘家了，走，咱们俩赶紧进去问一下吧。走。呀，你看，咱妈已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，感觉她行李也不是很多。对啊。就两包东西吗？是不是没收拾完呀、啊？不知道呀，那还拉了个凉席，咱妈不是还要带她的大被子吗？咋不见被子的人影呢？对啊，厚被子也没带。估计又不想带了。哎，妈。妈呀，爷爷。收，那还东西都收拾好了啊。就昨下午给你爸打电话，你爸接走，急急忙忙的，坐五点最早的一趟班车走的。娘，啥事嘛？都这么紧急，去这么早的？具体啥事呢也没问。那咋弄啊？那咱说好的五个人叫到老挝去，护照也都办好了，等了这么长时间，现在剩下咱四个人，都去不去嘛？哎，不要再打电话吧啊！不行，咱就碰你爸，咱几个人走。你爸我肯定这一两天把事都办不完。哎，要不主要不咱爸后吧，帮我爸后吧。姐，咱要不再后吧？如果我爸姐实在的回不来的话，那就没办法，这只能在按原计划进行了。咱四个明天走吧，行不行？那也行，可以吧？可以。那行，那就要不咱今天先到俄伟走，他爸忙完了，他直接回俄伟，咱明天从俄伟出发。就是的。哦。要不然我这样今晚赶回去，今晚我爸这次回来的，我可得过来。可得过来接我爸。也就只能这样了，也没办法。那走了不想走，咱想到俺位走。那行吧，那把屋里啥都收拾好了吗？好了。电啥都关，水都关。嗯，水没关，电关。那丈母干啥啥也弄，坐上车。嗯。妈。哎。你把东西都带完了吗？完了。我刚才把后被子没带吗？哎，我天，什么大事很。这个带了，带我这张事带走。把啥事带走？那是我那人。带着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检查着，啊、哦，把这些检查好，我就没啥问题了。哦，没错。嗯，走。东西也不多。你这还买了好多粮食，还买两扎水。主要是咱有东西多，咱妈其实和弟弟倒还没有多少东西啊、哦。对的。不过这个后备箱估计肯定是塞的满满的。啊、哦。嗯。我妈现在呢是把水关了。对。我们这边的水闸呢都是在外面。啊、哦，在这下边。哇，这还有这么大一个虫。嗯。好，把这封号。对。封号，门锁好。哦，收一些。好。好。现在来到我爷这里边，再给我爷打声招呼。爷。咋了？爷。哦，咱爷睡觉着了，咱爷困了。爹，就这两天人好好点了吗？没有嘛，好些。那咱们家是啥情况嘛？感冒了。嗯。哎，感冒我这些就是拉的比较长，这两天就到位，好好把你照顾上，我就好了。哦。啊、哦嗯，我现在这边就是跟我妈还有弟弟这边先接到俄乌去，我爸姐要是能回来的话，我就一块走；如果回不来的话，明天我四个人就一块到老挝去。对。啊、哦。爷、嗯，我跟你说，你到位，把注意身体。把你照顾好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。哦，对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。反正就是你也不操心，我人也多着，我到外面去，我也会相互照顾的。啊、哦，俺有四个人呢。哦，嗯、就是的，就是互相照顾。对的，你到位把你管好，把、嗯、你自己照顾好。对的，那你还有啥交代？身体要紧。还有啥交代的吗？没，现在没这么事。这也没有啥了。行，没有啥事了啊。嗯。那就对，有啥事的话，我姑在离得近，就跟我姑说；我爸再回来的话，跟我爸说就对了啊。嗯。把我屋里钥匙来留给你，你来操心着，给咱把门操心好一点。嗯。嗯，行，那我就走啊。对。好。好。朱哥，咱们走吧。走。哎。要不咱四个人去算了，叫我爸子到时候回来照顾我爷吧。我爷一个人到位，哎，感觉实在是不放心啊。哦，老成。就是我年纪也大了，你看过一天也没忙的啊、哦。这两天还感冒了，人不舒服。行吧，啊、哦，咱姐做对了啊。哦，嗯嗯。